当当当当当当 ！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回到汤米打 Game 的频道，我是汤米，一个在美国的任天堂忠实粉。如果你跟我一样喜欢任天堂或者是动物森友会的话，欢迎你能订阅我的频道，也欢迎你能留言、点赞、分享这支影片。上次举办了抽奖嘛，那今天就到了开奖的环节。那先去我动森的小岛上面转盘的地方。这次是500个订阅，然后一共有6位观众参加抽奖。那我们先到小岛的地方，就在这里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上面有8个数字，那我们就先就是1、2、3、4、5、6，看是谁吧。我已经在留言的地方有回复大家你们的号码，那开始吧。好。是五号，我看一下五号。五号是 Melody CU0721， 恭喜你了！你的奖品是《塞尔达传说：王国之泪》My Nintendo 的一个夜光的钥匙扣。好的，那我们已经抽出了赢家。那如果我找不到赢家的话，48小时内没有回复我的话，我就会再去找一个备份赢家。我们现在来抽一下备份赢家。备份赢家是……哎呦，我太久没玩，我都不知道按什么。等一下啊，备份赢家的话应该是4吧。好吧，那如果我找不到五号的话，我就去找四号。四号的话是杀2634，他觉得最好玩的游戏是王国之泪。其实我今年觉得最好玩的游戏是 Pikmin 4， 就是皮克敏4，那是我今年的 Game of the Year。 接下来是这个星期的任天堂快报。这个礼拜四的 Game Award 你有看吗？任天堂虽然没有拿到 Game of the Year， 但是呢，超级马里奥兄弟惊奇拿到了最佳家庭游戏，皮克敏4拿到了最佳策略游戏，塞尔达传说王国之泪拿到了最佳动作冒险游戏。好，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。如果你跟我一样喜欢任天堂或者是动物森友会的话，欢迎你能订阅我的频道，也欢迎你能留言、点赞、分享这支影片。我知道我最近更新影片的频率非常的不稳定，希望不久之后会有新的影片吧。那我们下一个影片再见，拜拜。